多吃蔬菜水果是开启不生病的生活方式，可是有多少人摄取足够的蔬果量呢？根据资料显示，大马的蔬果摄取量在其他国家中排名最低，市场上多达80种蔬果类，但是常被国人摄取的只有10种。摄取不足的蔬果，我们的身体将无法得到足够的抗氧化物，将抵抗不住5大自由基的攻击，导致身体的主要功能受损，进而引发许多健康问题。隆重推介 VitalMax， 开启彩虹蔬果的密码，含有多种有机蔬果，产生协同效应，为细胞提供7色蔬果保护层及5方位自由基防御。功效一：7色蔬果保护层，由多种罕见的蔬果所组成的7色蔬果保护层，让细胞得到完整的保护。红色蔬果主要保护心脏，帮助外食族促进血液循环及减少胆固醇囤积在体内。橙色蔬果主要保护胃部，帮助银发族胃消化及吸收能力。黄色蔬果主要保护脾脏，帮助减肥族改善新陈代谢功能。绿色蔬果主要保护肝脏，帮助电脑族或夜猫族促进肝脏功能及抗压。蓝色蔬果主要保护脑部，帮助求学族提高记忆力和集中力。白色蔬果主要保护肺脏，帮助抽烟族减低肺感染问题。紫色蔬果主要保护肾脏，帮助爱美族减轻水肿和改善肌肤。功效二：5方位自由基防御功能。VitalMax 含有高达11500 TotalOrec 抗氧化剂，为细胞建造强大的防御盾，抵抗5大自由基的袭击，让细胞得到全方位的防御。VitalMax， 开启彩虹蔬果的密码，让您迎向彩虹般多姿多彩的人生。